不用胖，花花老师有办法。Accident， 事故，交通事故，意外遭遇。采用综合法，单词 accident 等于拼音 acc 加熟词 i 加拼音 dent。Accident, A-C-C-I-D-E-N-T 拆分为 A-C-C, 爱吃醋 I, 我 D-E-N-T, 等他拆分为 A-C-C, 爱吃醋 I, 我 D-E-N-T, 等他想象成爱吃醋的我在等他的时候出了交通事故想象成爱吃醋的我在等他的时候出了交通事故。Situation 情况状况采用综合法单词 situation 等于拼音 situ 加谐音 ation Situation S-I-T-U-A-T-I-O-N 拆分为 S-I-T-U 司徒 A-T-I-O-N 谐音爱神拆分为 S-I-T-U 司徒 A-T-I-O-N 谐音爱神想象成司徒爱神搞不清楚状况想象成司徒爱神搞不清楚状况 Kilo 千克公斤采用综合法单词 Kilo 等于拼音 K 加熟词 I 加编码 LO Kilo K-I-L-O 拆分为 K 哭 I 我LO 数字十拆分为 K 哭 I 我 LO 数字十想象成哭泣的我掉了十公斤体重想象成哭泣的我掉了十公斤体重 Rock 岩石采用拼音法单词 rock 等于拼音 ro 加拼音 ck rock r-o-c-k 拆分为 ro 肉 ck 刺客拆分为 ro 肉 ck 刺客想象成抢了肉的刺客躲在岩石后面想象成抢了肉的刺客躲在岩石后面 run out of 用尽耗尽采用造句法短语 run out of想象成 Our food soon ran out 我们的粮食很快就耗尽了想象成 Our food soon ran out 我们的粮食很快就耗尽了 Knife 刀采用谐音法单词 knife 等于谐音 knife Knife, K-N-I-F-E, 拆分为 K-N-I-F-E, 谐音奈斧。拆分为 K-N-I-F-E, 谐音奈斧。想象成这把刀特别奈斧。想象成这把刀特别奈斧。